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高岛沙发按摩椅、智能声控、AVIA、モバイル周辺機器のトップブランド。大家好 ，HRV 又来了。当然啦、啊，刚才故意玩开瑞啊。如果只拍一集两集的话，划算吗？亏我第二集讲得那么保守，想说可以钓一些鱼出来，没想到都钓到一些小鱼。好啦，上一集哦，我们讲过要试一下跟车，等下我们去试。那主要是这个漆膜仪，我们来试一下，因为我对于这个生锈这件事情有点怕怕的，相信其他消费者也会吧。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就直挤，我们把前一代的 HRV 跟新一代的 HRV 拿出来，那我们来打一下，说它漆面的差异、厚度差异。好，那当然厚度差异不是绝对的代表防锈，不是漆越厚就越防锈呢，好不好？那也要看它涂层、防锈涂层做得好不好。好，那我们只是给观众朋友做一个参考而已。好，我们再来比较一下。好，开始开量，我先看它已经应该是原漆。这么薄哦，87.3呢，这没换过吗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确认一下，怎么那么薄？87，你知道吗？一般我其他随便一台车打都100以上呢。你看我随便打一台这个，我先随便打一台这个，你看随便打都要103啊。其实我之前都知道了啦，Suzuki 跟这个漆都比一般的还要薄。我们先确认它有没有换过引擎盖？哦，没有，原来的。好，硬胶贴纸螺丝都没拆。你看这个也是防锈膏啊，另外那时候一看就知道后面才打的。好，这个是原漆，所以只有87而已。好，不能再多了，87。那再打一次吗？再打一次。好，我要拍好数字。来啊，是吧？856。我刚才更惨。好啦，反正就80几而已，好吧？啊，打新一代的，有厚一点点的啦。93.934，哦，还是比其他的薄一点啊。打叶子板，883，有没有？你看，所以就代表它当初这一代的漆就大概是这个厚度而已。相对位置这里，一样，真的假的啦？885，差不多。差不多哦，有啦，这边937。好，那我们一样打这里，865，还是80几而已哦。嗯。哦，所以这台80几，然后看门，105，这可能考过哦。对，这应该考过。等一下。啊，对，这才是原来的821。好，那换这个，922。好，所以这台车应该都90几啊。平均应该90，对不对？对啊，91啊，所以新一代应该都是90几啊。车底992，都厚一米一点点，都厚一点点。哦，912，哦，车顶都厚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嗯。哦，这台车顶也是厚一点点嘛，这台车顶也是厚一点点，好吧？还要再量吗？屁股啊。好，屁股再给一个屁股。你看那时候就说大钢牙要改掉，有没有？其实它还是有啊。哪里有牙？这里啊，两颗门牙啊，还是算大钢牙，小钢牙了。这是犬齿，那个是门牙。来，那边是塑胶的吧？真的干。141，这考过了啦，不准。141，对，他考过了，这不准。往后车厢盖考过不准。我们来看他的，我在想有应该也是80几90了不起了啦。它这个也是塑胶的呢，是啊，它这块塑胶的，对啊，那块塑胶的，578，为什么不保？怎么可能？再次70，这是好薄哦，好薄哦，对啊，这里好薄，摸叶子板量一下好了，111。哦，这边比较厚，好，因为它涂层的关系，有一些转角处会比较厚。90几啊，都90几啦。啊，前一代是80几，好不好？这个给观众朋友参考一下。好，出去试车，试一下跟车走，快！今天礼拜五，不要被塞车。Go。还是你要试一下后座空间？为什么？哦，你说两台车吗？对啊。好啊。
好了，阿呆说要试一下后座空间，我先把两台车都调到我的驾驶姿势。我头部还有一个拳头超过，哎，一个拳头又多个一指吧，然后前面一颗拳头又两颗塞不太下，两颗有点过分，四只指头左右而已，好吧？好，看另外一台。你看这台也是防锈八嘎，你看，所以前一代真的大家都担心有生锈的问题。这不是我们扒的，这车主不知道回原厂来哪里给人家扒的。好，试试另外一台，一样做全体。哇，头部空间变小了，头部空间一个拳头塞不下，你看，三根指头，三根差不多啊，这边比较大，这边两个拳头就还要剩，好不好？好了，还有什么要试的？差不多了吧？啊，没了吧？好，那我们出去试跟车。事后不理是渣男，负责到底是暖男。风爸买了不怕会算盘。我上次跟泰山说，我想要一个地方可以 diss， 就我拍的时候忘记这里啊，这里有个挖工，有没有？干超手的，那个，这是挖工啊，这个，对啊，人家一般都做一条细的而已嘛，干他做一整个挖工哎，他这比其他车做的还要宽，一般都细细的而已，一个滑槽而已。然后我上次一看说，干这怎么有两个碗工，很奇怪，就这样，对啊，看这样，是不是就这样？可是我以为是，好看再一次，你看这像不像卫生棉？一定要这样，哇，一定要这样。为什么说啊？就那样啊，也没什么啦。月亮杯啦，怎样？奇怪，你们这些人口味为什么这么重？你看这个我还看得到，你看X5真的看不到。没有，有人就是说啊，你开车为什么看讯息？哦，我要看他有没有充电啊，怎样？我不能看讯息，我看有没有充电啊？奇怪，干了这样也不行，规定那么多，共产党哦。好干的，我今天要开启到啊机关模式就对了。现在是怎样？不是很多人说0到100，你知道吗？换作是说15秒那个。对，我是真的还蛮想去试0到100，可是有没有人可以留言告诉我哪里可以试0到100？合法的。对，在台湾哪里可以合法的试0到100？可不可以有人告诉我一下？我也想去试一下，因为我认真说，我开起来我是不觉得有到15秒多啦。我不是在袒护他，我是觉得我也蛮想要知道有个地方可以试0到100，合法是0到100，除了赛车场以外，因为我想了半天，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试0到100。阿吉的五谷场那边，阿吉五谷场的距离这台100到得了吗？有那么长吗？我不确定。对啊，那个长度要长度要蛮够长的，不是短短的就到了呢。你如果说要去试我的那个拉旺腿，对不对？可能阿吉那边也许就够了，这我不确定哎。很多人都说哦，我讲这台动力力道太轻。我这人是这样哦，当大家都在很强烈的抨击这件事情的时候，要么我就当先驱者，要么大家都讲同一件事情，我拍影片我还是一样讲同一件事情，那看我影片干嘛？对不对？所以我自然而然我的重点就不会放在动力，但我还是有讲，我有说，但我有必要一直说吗？没有意义啊。我不想要跟大家一样啊！我一直哎、欸，我干，要不要 S？ 要 S 吗？干，100，降15秒，这不准啊！刚刚是爬坡啊，没关系啊。好，我回去算。对不对？我怎么觉得没有到15秒那么久啊？你觉得我们刚刚录影的时间有到15秒？没有啊。对啊，我也觉得没有到15秒。虽然我们不是静止的啦，只是我自己开的感觉是没有到啦。啊，虽然我是打 S 档哦，我刚刚在一半的时候我拍 S 档，好不好？这要讲，好，我跟车了，怎么开？干。哦，跟着，他这个是车道至中吧？对啊。哎，他没有至中啊。方向盘自始至终没在动、欸，没有吗？没有啊，啊，没开了，没开啦！哦，他要两个一起开哦。一般正常是开了就开了。对啊，一般正常是开了，它是分开的呢。跟车是一个，然后方向盘自终是一个，哎，跟 Fit 一样靠左。我在这边，我超贴线的。Fit 上次也是这样，我记得，我印象很深刻。Fit 也是超贴左线的，还是在我们的视觉上，这样就是中间。应该在中间哦。没有，可是我跟你讲，那 Fit 后来不是我朋友
买走嘛，他也跟我说他跟车超靠左边，尤其是你开比如说二高好了，高速公路你靠护栏快车道这边，你就觉得你快插到护栏。我记得我上一次试车也是这样，你有没有印象 ？Fit 的时候，我一直觉得他靠超左，快插到护栏。我是觉得有靠左啦，哎、欸、呀，这塞车刹车会顿呆呢，他让刹车有一点那种点放点放点放。好，我再上去，因为我还没试爽。哎、欸，所以他这个我在看，他现在两个，他现在我刚踩刹车，所以他的车道至中跟他的跟车都跳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等一下设定是不是也要按两次？按。哦，启动了，对，真的还要再按两次，每次启动都要按两次，方向盘要再按一次。哎，方向盘要60是不是？哦，所以他把它两个分开。啊，72，72对不对？看好像好麻烦哦，难怪他特别强调72。哎呀，现在卖车都越来越聪明，免责条款、预防针都要懂得先打。买回来以后我觉得很麻烦，然后我跟你讲72啊，买回来里程不够，哦、我有写 NEDC 啊，是不是吧？所以你们在签那个信用卡申请单的时候，那个小小密密麻麻字，你们要看清楚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你看也没什么用，为什么？看不懂。不是你，就算你看懂了，喂、欸，我不同意。他说，哦，那你不要办，对不对？不办最大、啊、就是这样啊，所以不买最大嘛，买了就跟我一样，现在等着看有没有要帮我们修嘛。哎、欸，70了没？我可以按自中了没？哦，可以了哦，我好高兴哦，我终于可以自中了。75公里，我终于可以自中了。哦，降下来，它又自己又关掉了。对啊，降下来又关掉了呢。有点，哎，它自己开了，它自己开了。所以它是自动的。哎，所以它会自己开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它刹车，我觉得有时候稍微有点急啊。但我有看前车啦，它应该算是太过于灵敏，前面点一下刹车，它就。你有感受到那个啊？前面点两下刹车，再紧张两下。我刚看了一下那个留言，其实你说也还好哎、欸，留言其实都还蛮和平的哎、欸，给除掉一些比较不理性的，一看就是他牌业务那种，其实还蛮 OK 的哎、欸。而且大部分都说黑金不错哎、欸，而且我跟你讲一个重点好不好？我们买了那么多的新车的回来试，对不对？这一台是有史以来。最多人在我还没有卖之前，一直在问我说要卖了，还有跑到现场来的，这么多人要？你看我们那个滴滴不是也说他爸爸想要？到底是黑金吸引人还是这台车？我不知道啊。上次有一个客人哦，他开着前一代的 HRV 来卖给我们估车，他说小师我这台车先估给你，然后我爸爸妈妈说想要买你这台，我说啊不要啦，我还在试，还没拍完呐、啊。他说没关系，我排队啊，你就算照原价卖我都没关系，我们就当作买领牌车这样。这么多人要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啊，还是因为有我加持，是吗？加持了什么？啊，那哎、欸，我的蛋蛋也是曾经放在这个椅子上过哎、欸，看讲完没人买，啊，不要说我的蛋蛋，阿呆的蛋蛋也坐在这椅子上过啊，有吗？你蛋蛋现在放在椅子上吗？放着了，是因为这样他们很想买吗？太悠久。不知道啊，就真的很多人问啊啊！有些人说我上次不是说他右打右边有这个显示嘛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打左边没有，我说有点可惜。有人说，啊，你打左边，啊、你怎么会看中间？不是嘛？你眼睛不会瞄一下吗？你老婆在旁边，女生穿短裙，妈的，你眼睛你就可以瞄一下了。啊，你瞄一下有没有车很困难吗？我现在打左转，你的眼光瞄一下这边很困难吗？你懂我意思吗？不是，只是要确认一下没东西而已嘛。你不可能一哎、欸、打左转这样头这样吧。哎、欸，等一下我要试前车驶离，我停红灯我就故意不走，看是这个后面按喇叭快，还是 HRV 快，还是 HRV 提醒我快，我们看哪个快好不好？看台湾人的耐心如何啊？看今天跟到我后面的车耐心如何？我看到后面是一台 Toyota 好不好？我看这台 Toyota 的耐心如何？哦，有了，红灯的，睡哦，来哦。我们来看看谁快哦！哎，有没有很小声呢、欸？咚一下而已、欸，他比较快啊。头打看我黑色的，可能不太敢按喇叭。你后面等一下，我们看后面有一台 B 零的，他会不会像那个超人一样，就顶在你的背上？OK， 再试一次。哦，后面 B 零，你拍后照镜看到 B 零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 HRV 快，还是 B 零按喇叭快，会不会开枪？最近它是灰色的。哦，黑色才会是不是？黑色才会。
那你讲的，我没有讲。紧张哎，还有20秒，好紧张哦，我流手汗了。哎呦，前车驶离，到底是 V 连按喇叭快，还是 HRV 快呢？好和平哦，还是我们先呢？其实 HRV 反应蛮怪的、啊，都在后车可以容许的范围内，他可能手已经举起来了。你没有遇过那种横向才刚变红灯，这边还没跳绿灯，就一个很赶时间的，他预测这个变绿灯跟他按喇叭时间同步的。我上次上一片有个地方被你剪掉了，哪一个？我发现它这个加速，你不能一直把油门踏板踏到底。哦，对，我剪掉了，对不对？嗯，我在这一片，我再补充一下。我其实上一部片我有发现，它这个加速有一个特性很有趣，就是你其实啊，如果一直把油门踏板踏到底啊，你会觉得它的转速一直上升，但速度上不来。但是那个时候你稍微松掉一点你的油门的时候啊，你会觉得它有跳一档上去，然后你速度会增加。我上次试的时候是这样，然后比如说这样踩。你觉得声音很大，可是速度增加真的很慢。可是如果你把油门稍微松开的话，哎、欸，你怎么觉得速度变快啊？转速没那么快，但速度变快，这是一个蛮有趣的地方。然后其实刚刚我们刚转上去，要转上去高速公路，我在加速那时候有没有？其实我有松油门，我不是一直踩到底的哦。就是我们在上那个斜坡，我跟你讲说有没有15秒那个啊？嗯，因为我一直觉得它踩到底声音很大，可是我看它速度增加很慢。所以我可以把油门松开一点点，然后它会有一种好像换挡上去的感觉，然后速度就变快了。我不知道是我的错觉，试试看，我很想试一下这个特性，但是变速箱特性蛮奇怪的，你让它拉转速反而速度是慢的，怎么讲？阿呆，你那时候把那个剪掉，是不是觉得我讲不太合理？对啊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转速很高，你松开油门，你会觉得它换了一档速度变快？我也觉得不太合理。所以我等一下再爬山一次，因为我的感受真的是这样。我在想那种感觉像是什么，知道吗？阿呆，他的那个最高扭力的转速已经过了。哦，他的那个，你继续拉转速已经过了。对，你继续拉转速没有意义。我那个感觉就是这样。所以我觉得说，哎、欸、啊，怎么会转速那么高啊？速度好像没有什么在前进呢、欸。所以我那时候不自觉，我觉得哎、欸、怪怪的，我就松下油，哎、欸，速度果然就继续接续上去了。我如果要用一个最恰当的方式形容，我觉得就是有点类似我刚刚讲，我觉得它可能已经过了它的扭力高峰期，你继续再逼它没有什么意义，它就是这样而已。所以你要怎么样让它跳下一档，寻找下一个扭力的高峰期？它的那个这个叫什么？最高的扭力是在急转，可能要查一下，你手机查一下，帮我查一下。最大扭力17.5嘛，然后是在4300转，4300转，嗯，所以其实你的转速让它超过4300转以后就没什么意义了，它就上不去了。然后你换到下一档，它转速会掉下来，对不对？让它找下一个4300，嗯，类似这种感觉啦。我不知道这么正确，我自己开起来感觉是这样啊。我记得看那 Fit， 我是不是也讲过？我说你不要去踩到最深，你如果都是维持在50%以内的油门踏板深度的话，其实这个车你会觉得开起来很顺。你看我现在踩到底，很大声，速度很慢。我松一下油门，速度上去了，有没有看到速度上去了？好，我现在踩，好慢，好慢，好慢，松。松一下。好啦，反正我的感觉是这样，我刚刚那段应该是就有拍出来这种感觉。其实我觉得它的D档跟S档没什么差，它就是转速拉高一点啊。如果照我讲的，它转速拉高，速度没有增加是没有意义的，所以它用S档也没意义啊，因为它转速在上面，我觉得根本就没有加速感。你看、啊、这个车只要一爬到山，有没有？除非怎么开可以不要听到引擎的声音。来，我们现在试，我现在开着，我尽量不要让它引擎有怒吼的声音。我很无聊，我在做第二个挑战。我们就这个整个山，我们要过这个深坑的这一座山哈，我们尽量就是在旅途中不要让乘客听到引擎的声音，好不好？我是安全驾驶，要这样啊。你的小孩都在睡觉，老婆也在睡觉了，
那我们要当一个安全爸爸的一个好驾驶，尽量不要让引擎声音的咆哮的声音吵到老婆小孩睡觉。好，快出来了，快出来了，说你看蛮难的，好像不能超过40，这不能，这种坡度要超过40就叫了。50啊，我撑到50，我撑到50。好，观众朋友，收音听得到吧 ？OK 吧？多安静，静悄悄，最高品质。下坡了啦，怎样 ？OK 了啦，没有了啦。好啦，也都试了吧，差不多了吧。好，车道至中，全车驶离。好，我们也测试台北人的耐心是比 HRV 要来的久的，好不好？没有，我们试两台而已，不准，好不好？那基本上这个车就是，阿泰怎么讲？什么？你要下结论了？对啊，要下结论了啊。回家了啊，收工了啊，该试的都试了，对不对？你看这底盘是真的不错了，好不好？马力是一定是不够的啦。我是觉得我一直要去嘲笑它的马力，好像感觉就没劲儿。因为这个用键盘车手不用亲自来试，可能大概都知道了。而且大家都在讲啊。对啊，没有必要在特别这样讲。那一直抓这个讲，我觉得对我来说，这个我们不会是这样子的。对啊，除非他罪行重大啊，不是 啊弄一个，等一下叫我签一个什么东西，车不能开哦，那我才受不了，我才会弄嘛。对啊，啊你不要出什么包都 OK 嘛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我花160买一台车不能开，有个屁用啊！你嫌这车贵，至少人家还可以开，至少人家可以动。啊，不用签借结，放在那边呢。一天1500，我还没领到嘞，不知道领不领得到。开玩笑啦，反正这我觉得车子嘛，那这个太贵啊，太没力啊，觉得这个不符合需求啊，就不要买啊，不要买就它就变便宜了嘛，就是这样啊。市场机制，回复市场机制，好不好？今天情人节，我知道啊。看到我跟阿呆出来拍片这样哦。说怎么样啊？没有怎样啊。我们两个妈的好像很可怜，情人节要出来拍片，你知道情人节送什么东西给男朋友最好吗？男朋友？对啊，如果是女生啊，你情人节送什么东西给男朋友最好？自己啊。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不然呢？闺蜜啊。好啦，就是测试这样好不好？你们自己去参考啊，能参考不能参考都随便，好不好？有人说小事不能看的，那就也不要看了，因为我看你也没显示有订阅。他们是不是都不知道我们看得到？他们可能都不知道我们看得到。我订阅小事好久了，自从这部片以后，我就不看小事了。看到我看他就没有显示说他有订阅。其实大家都看得到，大家都看得到吗？你只要点那个人的头贴，他就会写了。哦，就会写说有没有订阅这个频道，然后他会显示你最近几次在这个频道的留言。哦，所以你来乱，大家都知道了。哦，是哦，没关系啊，来乱啊，什么没有乱，我觉得很无聊。我看是乱的多还是认真的多啊？没乱没关，不要说乱啊，他们也有这个留下自己的意见嘛。只是有时候不要让人家看笑话就好了。我是觉得无所谓啊，有时候看他们在那边吵架也蛮有趣的。要不然其实他那个是可以隐藏，你知道吗？你把那个隐藏起来，他在你这边留言的很开心，他自己很嗨，然后其实没有人看到，这也蛮有趣的。其实我有时候也想试看看，你知道吗？你刚刚想到说啊，你把它隐藏起来，以后他就很嗨，在那边留一大堆言，发现干中都没人理我，也不一定，他搞不好还是一直留啊，因为他不知道说别人没有人看得到他的留言，这也蛮有趣的哦。对啊，你会留很开心哦，只是没人理你哦，也没有人看到哦，好不好啊？如果你发现你来这边常留一些有的没有的，就都没人理你，你就知道你被隐藏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在这边就讲了，下不了，都要打仗了，好不好？顾好自己的生活。那这个我结论一直做不完呢，为什么？到底要下什么结论？我们要下什么结论啊？就是市场判断嘛，你们自己能参考就参考，不能参考就不要参考，无所谓。就是我们自己买了一个车子回来，那跟大家分享。对啊，这个可能最后一部片也没什么
延上了，没什么延上，我们就本来想要第二部片会不会有一些延上，也没有，还好，就是感觉现在大家对这个比较没有那个，哎，我又结不完结论了啦，靠腰啊，好啦，下次见，拜拜，要订阅啦，你不订阅留言，我们都知道你没订阅啊，在那边废话一堆，好不好？不要当免费仔，不然自己去买车来拍给我看看嘛，下次见，拜拜。金爸爸首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。哎，对，上次有人说我没有敲钣金啊，不免俗了，每一台车都要敲一下，不是吗？这会不会被人家说太小力？一样啦，我不要那样。我上次也没有这样，好不好？我天生神力，我今天按那路打台枪毙啦。这塑胶不用看，这个。这塑胶的，就这一铁的，而且还蛮响的，它里面是中空的，对啊，这里面还蛮空的，这个声音还蛮清脆的，好不好？啊，你们自己看嘛，不要说我没有敲，这敲就不就敲一下而已，又怎样？不是，它软对我没好处，它硬对我也没好处，所以我没差，还想要看我怎么敲，我都没关系啊。哦，你想要看我敲哪里，我都敲给你看啊。